今天是什么节？圣诞节。你为什么有礼物？因为我的弟弟想进去教室。所以谁送给你的？圣诞老公公。他今年也没有忘了你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没有很开心？有。那你抱着礼物亲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拆礼物吧，好不好？嗯。到底圣诞老公公送你什么礼物啊？剪刀哈，你不要什么下来哦。你有没有期待？你猜猜看什么礼物？你觉得会是什么礼物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你不猜一下吗？会不会是恐龙啊？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你想要什么？最想要什么？我最想要恐龙。恐龙？想恐龙？不是 Switch 哦。不是。不是。我最喜欢玩具。玩具哦，只要是玩具就好，是不是？是什么啊？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。不知道你要什么哎、欸！哇，好帅哦，悠悠，你有没有喜欢啊？我真是想要这个它啦！真的哦，啊，那个是什么？战斗盘吗？现在老公知道你需要战斗盘是不是？哇，这个你就可以对战了，悠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硬拆，不要硬拆，把它开。我就是想要它才对的。真的哦。那、啊、你给悠悠看他的战斗盘啊，是开的吗？耶！我有它。带他去哪里？去学校、啊。去学校太大了啦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战斗盘，是这样放着，放着，然后陀螺就在上面转，就不会吵到别人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喜欢你的战斗盘吗？喜欢。哦，看起来好帅哦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哇！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战斗陀螺箱哎，工具箱。哦、还没拆完哦，这东西怎么那么多啊？有战斗陀螺吗？哦，你看还有工具箱哎，把它打开来会是什么东西嘞？哇哇哇！有几个发射器？哟，你看好多、哦、哇，怎么那么多啊？有发射器三种，哦、三种发射器。哎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手把的发射器吗？这直接可以玩嘞。这直接可以玩啊！它下面是好了，有两几层啊？两层啊？它两层，它有几颗啊？那这是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多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好多哦！那还有给戏哇？这什么？我看它的那个下面这个如果零件啊，零件可以换的哦。哎、欸，很好哎，还有贴纸哎，给人家贴的。嗯？你用错了是？你看这个怎么用？不知道，这个我们要研究一下，所以有六个陀螺，金色陀螺，所以用完都要那个装进去才不会不见。哟，那你要开始玩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整个就是迫不及待呢。你喜欢你的礼物吗？喜欢。那你要跟圣诞老公公说什么？谢谢圣诞老公公。那你今年还会不会乖乖的？会。那明年还要想要礼物对不对？那你今天要一样很乖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那我们装好，等一下就可以来对战了。然后，因为你要拿下面一点，这个容易掉。这样吗？对，要转。这样。你要转啊，因为就平常跟你玩的一样啊。那这台就是我们家的啊，然后是不是都可以用？悠悠，讲你的战斗感言吧。战斗模式 ，Go！ 是啊，哦，爸爸又出去了。那我要看悠悠的。哇，悠悠的很厉害哦。悠悠，爸爸跟你说，你拉稳住，你就要让开了，知道？你就要拿开，不然我没有空间可以进去打，好不好？失败者爸爸在讲一些无聊的话了。不要，你的手进去之后，你要赶快出来。好，刚平分就对了啦。啊，我好像又输了啊！哎，是平手吗 ？PK 平手。好，第三回合，
要最终战哦，可以吗？两位？好。来吧，来吧。来吧。战斗开始。好。不是了，不是了，外公有没有外公？哦，最终回合以后，快要等你了。Leo，获胜，来 ，Leo，你获胜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来看这里，说，耶，我赢了。Yes。你打败了宝宝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太棒了，恭喜恭喜。又有勇士，你现在要怎么跟宝宝宣战？我是警察，然后他是坏人。所以你要打败坏人是不是？对。那坏人你有什么话要讲？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好，战斗吧。战斗吧。啊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坏人再来，你再用一次还是可以的啦。不要伤心不要伤心。为什么我都出不去？警察贝贝坏人伤心了怎么办 ？Yes。哇，你还捐献一个给坏人呢、哦。不用我的。我比较厉害。警察贝贝，警察贝贝，你要跟我对战吗？你愿意跟坏人爸爸对战吗？愿意啊。你愿意再跟他给他一次机会哦？对。好，那你这次会不会赢？会。会，很有信心。那你要加油。这个。哎，坏人爸爸已经要装好了。这次坏人爸爸你会赢吗？你先。当然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好，我先。预备，开始。哎呦！他整个脱了。你可以正常一点吗？为什么可以熏成这样哈、啊？我不用体力啦，没啦，可以啦，没啦。我没有，我就打败你了啦。哇！有没有？宝宝才赢一次就这么骄傲哦。那你们啊、哦，现在是一比一了吗？对，一比一哦。好，那现在就是最终回喽。最终回喽。真的是最终回喽。但我忘了。你们俩不要再乱了哦。来，预备。耶！哇，悠悠，两战，来三战两胜，用。Yes。耶。好。太好了，你可以笑爸爸了。啊，爸爸，你要怎么讲？我认输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怎么那么弱？哦，终于。哇，又有，又有警察，你又赢了哎！你摆出一个最帅的姿势吧。我只不过是失误算。你摆出最帅的姿势跟大家说拜拜，警察贝贝，说拜拜，拜拜，来 Pinky。